小事千种，其实极为空洞，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通，就算生活超重，烦忧失控，还看四周的人从是我心境中。幸不幸福，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一家人可以在一起，不一定要荣华富贵或者名成利就，总之一家人健健康康在一起，就是在我来说是一个幸福。单身妈妈 Koi过去十六年来经历癌症、分娩、失业，曾经想过放弃生命，最后因为两个女儿企翻起身。其实我真是一个很普通的妈妈来的，见步行步，有什么不懂的我都是去学咯。Koi 一家三口成日一起去行街，最喜欢就去深水埗 shopping。这十几年来 ，Koi 一个人凑大两个分别有自闭症和过度活跃症的女儿。自认是工作狂的她，离婚之后根本没办法找工，只好靠经济援助过着简单的生活。这条啊，这条可以爽啊，睡觉。普通你去屋邨的街市，如果你买一套睡衣都五六十元啦。我哋买衫啦，买鞋啦，都喺呢区买嘅，平啲啊嘛。Koi 24岁嗰阵，重遇佢嘅中学同学，两个人之后开始拍拖。2000年有咗大女考期之后，随即结婚。虽然婆媳关系唔系咁好。但是当时他先生都好锡他，承诺要一家人开开心心过日子。但Koi想都没想过，往后的生活会出现180度转变。小女出世之后，那些半边就不动了，这只手完全不动了，就看物理治疗在医院。另外呢，就后来就连声都出现讲不到嘢。我是做熱線投訴部的嘛，所以有三四個月呢我是聽不到電話的。醫生後來說就是我生的時候可能用力過度神經線的反應來的，慢慢去做物理治療，那就慢慢好返。完了之後就發生就子宮頸癌，那天就回緊公司，就一來就血崩，整張凳都是血。最令Koi心痛的是自己的丈夫不单止冇支持佢，仲发生咗婚外情。嗰位第三者咧就打到去我屋企，就同我讲，就话佢揾佢老公听电话，跟住我就问佢你揾边位，跟住佢话佢就讲咗我前夫个名，跟住我话你等阵，跟住佢就即刻就有个反应，你系边个？跟住我话我系你老公嘅女嘅妈咪。跟住我就叫我前夫起身，你老婆找你啊！跟住佢起身，佢就好惊，咁同佢讲完电话，讲完电话出嚟就闹我啦，就话你咁多事做咩啊？我话咁电话响系咪我唔听啊？咁我以后唔好听，不如你唔好喺度住，咁我咪唔好听咯。我呢个攞正牌嘅老婆都唔系仆老婆啦，咁我话不如咁你不如你搬啦，我哋分开下啦咁样。Koi 开始尝试想不同的解释，好像认为是自己吃了抗癌药令身形和外貌转变，亦都有怪责自己生第一胎的时候保不住大女考期的妈生弟弟。我也有自责，就是我没有生到个传宗接代嘛，会不会是这个问题而引致到他想找第二个呢？这样当时有这些这样乱想的，那个问题就是在一个过程里面我都觉得自己是多余。那一刹那是刚刚是去晾衣服，
咁充斥咗好多呢啲嘅思想喺度一直諗。咁晾緊衫嘅時候，突然間即係浮現一句説話出嚟：你唔死都冇用㗎。我喺張牀擒上個窗度，咁啊伸出去跳啦咁樣，跟住我個大女就叫啦，媽咪，跟住我就個人好似醒咗，就扶住側邊兩個窗邊。當時嗰個回應自己嗰句就係咩呢？我未死，佢哋已經咁艱難；我死埋，佢哋仲慘。咁我唔死得，咁因為咁樣而我就好堅強地，之後嗰啲咁艱難嘅事就係靠住咁樣嘅一絲嘅理念而度過到而家。Koey 嘅意志源於兩個女，不過要湊大巧琪同偉瑩一啲都唔容易。巧琪因為受父母離婚影響，六歲嗰陣已經有情緒問題，試過想傷害爸爸嘅情人，之後亦發現有自閉症。至於細女偉瑩，三歲就被發現有過度活躍症，好難行，係啊，真係好難行。因為其他人會睇我點咧個過程啊，你日日都好多，即係你係咪咁忙咧咁樣，咁多奇怪嘅嘢，其實我真係好想平淡度過噶。2009年 ，Koey 捱過癌症一關，不過身體仍然有其他毛病，例如重症肌無力症。好在兩個女都好生性，主動幫手做家務，好似晚飯咁啊，多數都係由巧琪負責。平時都是我煮多，咁就可能有時妹妹會煮下咯。媽咪就比較少啲咯，因為媽咪手就唔方便煮啦，咁就所以就我同妹妹就會幫手咯，喺依方面度。主要都係將啲家務做好啦，我同妹妹搞掂就搞掂咯，咁就唔要媽咪擔心咁樣。好，食飯。佢哋三母女最享受三個人一齊嘅時候。尤其偉瑩就嚟要去匈牙利交流啦，所以特別珍惜一家三口一齊食飯嘅機會。你要呢個係咪啊？去過去匈牙利嗰度，我哋就買咗好多布啦。咁佢就揀咗呢塊，係啊。咁啊，車個袋俾佢過去用啦，咁樣係又記下我啦，咁樣。今年16歲嘅偉瑩考到獎學金去匈牙利交流。在當地體驗一年的中學生活， Koey 非常鼓勵兩個女放眼世界。大女巧琪2018年同樣考到獎學金去美國交流，她覺得這些經驗可以幫助兩個女建立自信。很多時候父母認為他們不得，不是他們不得，我自己就不想做這個難阻，所以我如果他們不得，他們會說出來的嘛。那你見多一些東西的時候，那個看法不同呢，那個會比他將來發展好一些。見多一些不同的東西，即可能外國譬如做家務啊，都去不是就是拖地啊、抹地、洗碗啊、晾衫咁樣，他可能還要即修理一下個花園啊，跟住剪下草啊咁樣嗰啲咯，跟住周圍看多啲嘢咯。呢一日系 Koey 嘅生日，两姊妹同妈咪去咗长洲玩。其实佢哋三母女每年生日都会安排唔同嘅节目一齐度过，即系一年可能先过一次，大家都会去为咗今次嘅活动咁样去节省用啲钱去储一啲钱。我哋係單親啫，唔可以自己去睇小我自己嘅家庭。我寧可有啲嘢我哋有啲嘢慳，有啲嘢我亦都可以做，唔係完全唔做到，引致到佢哋好似缺乏咁樣，我唔想。我覺得最慘就係窮到冇錢開飯咯。譬如啦，可能月中得翻20幾蚊咁樣，三個人食邊夠啫？其實好老實講。咁所以就好多時候變咗我媽唔食啊，跟住俾到我同我妹食啊。咁我妹仲要嗰陣時啱啱出世，即係又要飲奶粉，又要尿片，咁呢啲都係錢嚟嘛。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差最差嘅情況，我嗰陣時就係即係窮冇錢開飯啊。媽咪咧，佢喺小學同埋喺中學都有做
家教會嗰啲，即係所以其實好多人都知道係我係單親家庭入面長大，我自己覺得冇乜負面影響。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咧，就係媽咪細個都成日陪我哋，我唔覺得冇咗我爸爸係特別大嘅事咯，我覺得好開心就得啦。平時都係會拖住手行街，係啊，好霸街噶。有時即係太阻人嘅，佢就會行開我拖，唔會多啲嘅。家姐讓俾我啦，而家讓，細個爭。咁試過個地步咧，兩個都不讓就點咧？阿妹先咩啊？咁拖住，咁阿妹拖住啦，跟住咧佢會攝咗入嚟。咁我一個人拖兩隻手，就係咁咁樣行嘅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考琪对妈妈的心思，其实是由爸爸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已经慢慢建立出来。好，多谢晒。人家就说一夜白发啦，我就觉得他一夜成熟咯。我没有很认真话俾佢听我哋离婚嘅当时，因为我话咗爸爸一听，爸爸唔喺屋企瞓啊嘛。咁但系佢会瞓咗出去个铁闸嗰度，咁我以为佢等爸爸，其实咧原来佢系想保护我。唔俾爸爸入嚟。咁其實我同我前夫係冇任何嗌交打交嘅情況離婚嘅，但佢就覺得要保護我，可能佢會覺得我唔開心啊。做媽媽咁樣，俾我得嗰幾歲嘅人咁樣做嚟，原因係保護我，咁我其實就好感動。最驚就係話你努力啲就得噶啦。其實我已經好努力噶啦，乜啊？仲努力啲點樣努力啲咧？其實即係佢真係唔明咯。咁我最怕一啲唔明嘅人跟住同你打氣咯。將愛傳俾身邊嘅人，係 Koey 灌輸俾兩個女嘅信念。六岁的希晴患有罕有的脑部病症，到现在还未懂讲嘢，活动能力亦有限，更加会突然脑抽筋。不过佢好喜欢有人陪佢玩同唱歌，所以考期一有时间就会嚟探佢。希晴的妈妈是我教会的牧师啊，佢就好锡我嘅。佢啱啱出世的时候咧，我已经好锡佢，我当佢我妹噶啦已经。咁但系去到佢大約兩三歲嘅時候就見到有啲情況啦，咁啊嗰陣時都生日物近啊，見到你可能會咬你添㗎。但係佢唯獨係見到我咧，佢就係好黐住我啊，好中意跟住我玩咁樣，咁樣照顧佢到佢而家都五歲。我覺得唔係就係我可以帶俾佢啲乜嘢，係佢哋可以帶俾我啲乜嘢，即係好似希晴咁樣。其實咧，佢雖然唔講嘢啦，佢唔識表達啦，但其實咧，佢比任何人都清楚你嘅心情。佢比任何人都清楚啊！你今日唔開心，佢會特別扭你，特別黐住你，特別想抱住你咯。唔單止希晴開心，連佢四歲嘅妹妹希嘉都特別興奮，因為佢最中意就係黐住偉瑩。兩對姊妹一 pair 講故事，另一 pair 唱歌，洋溢住幸福嘅影像。多咗阿考琪啊，同埋阿偉瑩去一齊照顧嘅時候咧，就會好好多咯。咁多咗個互動，對於佢個成長又會有幫助咯。我覺得幸福呢樣嘢都係互相去帶動嘅，即係譬如喺佢哋嘅家庭裏邊，將一個幸福去帶到我哋屋企裏邊，我哋屋企又真係可以將個幸福帶俾佢哋咯。兩個女咁中意幫人，都係受媽咪影響。Koey呢十幾年嚟都參與唔同嘅義工服務，因為佢覺得幫人呢個過程可以得到存在感，就算出唔到去工作，都得到一份鼓勵。幫人嘅同時，亦都幫到自己。回想当年离婚之后，癌症病发的 Koey 带着两个女过着艰苦的日子。有些情况其实不要说落街去厕所都去不到，是因为痛到是落床都落不到。那时候我又救个大女带9.9，我很担心我在家里死了会不会懂报警呢？咁啊，細女咧同我一齊張牀度，大女就開奶俾佢啦，甚至可能煮面俾我食啦。嗰陣時係
彷徨咯。點樣彷徨？其實真係唔知聽日仲活唔活著，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兩個女點咧？屋企環境改變，令當年只得六歲嘅考琪要承擔起照顧屋企嘅責任。我覺得嗰陣時我就會可能即係努力做好自己嗰份啦，學下做下啲家頭細，冇話煮飯呢啲，我媽都冇可能做到嘅事。咁同埋就照顧妹妹啊 ，take care 自己嘅學啊，好多時都要諗多步啊，做多啲咁樣咯。咁妹妹就可能聽我哋要點樣教佢啊，努力啲讀書啊咁樣啦。咁就幫聽下媽咪咯。其實我覺得我哋都係咁樣捱過嚟咯。其實媽咪會擔心我同人嘅關係啊，即係因為始終我都係比較接一個人。就唔係好中意 social 啦，咁佢就好擔心啦。Coir 為咗更加了解兩個女喺學校嘅情況，喺佢哋讀小學開始已經積極參與家教會。佢由家教會主席做到學校校董，亦由最初想貼近兩個女，去到積極投入校內各項義務工作。2018年 ，Coir 更加獲選為十大傑出家長。呢個是一個渠道，我可以去幫到人啦。喺幫到人的時候咧，又可以幫到我女啦。佢其實有形無形，佢就會覺得啊，媽咪喺度，咁就變相佢感覺到好安全咯，同埋好信任咯。感覺我細個都係全部都係俾媽咪同埋家姐照顧住。我細個係唔知道自己有過度活躍症嘅。即係可能我就會成日跑嚟跑去啊，成日做唔好啲嘢啊，跟住一定要家姐同媽咪要喺我身邊 take care 我咯。我細個真係有自閉症啦，咁我又唔會講發生咩事噶嘛，咁但係一定會有嘢發生噶嘛喺學校，咁所以佢就想多一個途徑知道我喺學校有啲咩情況，即係更加接觸我哋學校發生啲咩事啊，即係更加想幫我哋喺學校嘅生活啊，咁所以佢有參加家教會啦。又參加做家長校董啦，咁其實都係想幫我哋喺學校嘅生活更好咯。你三母女成日就好似三姊妹咁，你頂撞下我，我就話下你，佢哋嘅感情建基於艱難。我哋冇乜嘢玩啊嘛，真冇乜嘢玩嘅時候，最好就係。即係聽下歌、唱下歌咁樣。其實喺唱歌嘅時候咧，阿妹就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嘅，即係無啦啦佢會作咗首歌，而嗰首歌我哋都唔知講乜嘅。羅馬詞，馬那馬馬呀。咁我哋又一直笑佢咯，咁啊幫嗰首歌又改咗名啦。佢嗰啲唔係即係唔知咩話嚟嘅，但係個音就好似糯米詞咁話，喂，唱首糯米詞嚟聽。即係呢啲就變咗係我哋家庭一個到今時今日，我同佢講糯米詞，佢哋都會知道。呢、這個就我哋就呢、這個可以有個共同話題，咁大家嘅關係啊，融合好多。Coir 更加安慰嘅係讀緊大學二年級嘅考期已經有一個清晰嘅目標。我對唱歌有興趣，跟住就對其他樂器有興趣啦。咁但係其實屋企冇錢學，咁我就用盡我嘅辦法去令自己識咯。譬如係咁死女人教我啊，上網睇片學啊。其實網上都有好多嗰啲片係睇可以學樂器。咁其實我好多嘅樂器都係咁樣學翻，都想係朝音樂嘅發展嘅，因為自己都覺得音樂喺我最有困難、最有需要嘅時候有幫到我啦。即係譬如我喺我自閉症嘅時候，即係我仲好細個嘅時候，其實我冇朋友，我唯一嘅朋友就係音樂。覺得音樂係真係醫咗我，咁所以其實我好想用音樂去幫更多人啦，無論係有情緒病嘅人啦，甚至係面對困難嘅人，我都好想幫呢啲人。經歷咗咁多風浪，而家最值得Coir 驕傲嘅係
佢有两个好锡佢嘅女，而三母女喺埋一齐，亦都系佢觉得最幸福嘅时光。呢度就再薄啲，如果你讲骄傲咧，就系佢两个嘅感情。你录影嘅过程都见到佢哋闹交，喺度你打我，我打你，转头咧。他哋又拖住啊，跟住自己 selfie 啊，唔理我啊咁樣。呢個咧其實用錢買唔到翻嚟嘅，因為我自己都有哥哥啊，有家人噶嘛，係啦，都唔容易。三母女平時形影不離，不過呢一年就要分隔兩地啦，因為偉瑩要出發去匈牙利交流咯。細個媽咪生我哋好辛苦啦，特別生我啦，生完我有好多病痛啦，跟住都好難照顧咗我哋。我哋都長大啦，我哋都生性啲啦，即係唔會好似以前咁咩都唔識咯，都會幫下媽咪咯。而家就係即係已經比之前正常好多啦，冇咁困難啦，跟住係咯，幸福真係要好難先拎到噶。即係自己開始又有能力啦，咁就希望可以多翻啲平坦啲嘅路，即係用自己嘅能力去做啦。即使都面對到啲困難，都希望唔好好似以前咁艱難咯。都希望係唔係 getting worse 係 getting better。好風看似幻似虛，誰明人生樂趣？我會說為情為愛，仍然是對。誰比你重要？成功了敗了也，完全無重要。誰比你重要？長風雨。身邊的所有的朋友咧，覺得我哋咧少咗一個先係唔正常嘅，所以咧佢哋即係好似如果啊大女而家大學啦，要喺宿舍見唔到我個女咧，佢哋反會問啊大女去邊啊？少咗個女喎咁樣，咁所以我哋嘅關係俾別人就係覺得你哋必然係三位一體，缺一不可。追踪一些生活趣，几不需要。